哥哥姐姐在帮你们说，你先说。好，说好了吗？说好来，去放前面。什么先生？王老先生，你会吗？好，手放这里。这个是胡子，另外一只手放背后。这个是老先生，有时候腰会酸，所以要放背后。王老先生，有快递。一呀。好，王老先生有快递，咿呀咿呀哟，这个动作是一个小班的小朋友发明的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这样，换，哎呦，你好厉害，换，不可以这样子哦，这样子就怎么样，就撞到了，不可以撞到，这样子，咿呀咿呀哟。他在天边养小鸭，咿呀咿呀哟，呱呱呱。啊，小猪怎么叫？哇，你学的好像啊，妈妈猪，呱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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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老先生有快递，咿呀咿呀哟。啊，这样你会吗？来，站起来。有高高的妈妈声音跟低低的爸爸声音呢、哦。今天功课完毕，我要回教室。再见，我们要回教室。再见，我们要回教室。谢谢小朋友。谢谢陈老师。